我是妞妞，我今天要来组装的是，还有，总共有四盒，我跟妈妈一人组两盒。这个是 Oxford 的蜡笔小新场景系列，就是深夜幼稚园。这个是蜡笔小新的碰碰车，也是 Oxford 的，全部都是 Oxford 的。这个是他们的幼稚园校车，这个是他们的春日部公园。我们今天要把它全部组合起来。好，那我组合幼稚园。那我要组这个。那我这个好了。好，那我这个呗。好，这个太简单了吧。可是这个蜡笔小新是韩国的吗？蜡笔小新的幼稚园是写日本的。是日本的。学校是写韩文的。打开看哦。应该是韩国出的这个。韩国出的。哦，哇，好多哦。他们写的。这个贴纸。大本的说明书哇 ，Oxford 好像是韩国的公司，对。然后我们看着说明书来组装喽。是哪里？我的头穿反了，好的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跑走了，那就开始组装碰碰车了。你要先开始主打的，它这个也会有数字的第一张。对，这个，这个。你看我的 ，Oh my god！ 你要卖头是不是？飞了，飞的，好可怜，他的头飞的。我要组校车，我在组他的车底。完成了，我的车也快完成了。坐好下车，布布。现在再把这两栋合体了，叮叮，哇哦，学校完成了，还有一个鸡舍。超可爱，还有校车。我做好了这个吊针垫，后面很恐怖的，不要开。手有点凶。手榴弹完毕，紫金陀螺。公园完成。溜滑梯了，那是老师啊。溜滑梯了，蜡笔小新怎么没有撑出来？为什么有三个小新？不是，小白哪一个是真正的小新？这个不是头太小，这个也不是头太大，这个是老师，这个才是。哦，好吧，太奇怪了啦，妮妮。你拿是什么菜单呀？要吃吗？不要嘞！我要溜滑梯啊！爹，不要过来啦！欺负我的店，谁要来买？好吃哦！都没有人用，我要先去教室上课啦。幼儿园今天要去接的哦。不不不，车子来了，小朋友们请进。好的，老师。好，老师先把屋顶拆掉，让你们进来。啊，老师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也是哈。来，各位同学坐好。嗯，各位小朋友们，下车吧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阿呆，你的鼻涕擦掉。我擦不掉。老师好。全班都下车了，我把车子开去停。进教室吗？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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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班长，你已经登记迟到了。哦，可是没迟到啊。来不及了，已经登记了迟到。前面有伸手关门，平常成绩扣一。老师，
用了，他时间才来，太夸张了，我要开始上课才回来。你就想画画课，那我们请我们的可爱的小葵把我们的蜡笔全班的纸都拿上来吧。上到了，上到了，上到了，请开门，请一位同学送我的物。他不会讲话，也没人要不要走吧。这送货的怎么都把东西弄在地板上？那我来发给大家吧。老师今天已经想好题目了，来开始画吧。今天的题目是猫咪，有时间限制哦，因为今天是考试。大家加油哦，猫咪是很可爱的。这幅画已经过了5分钟了，那我来看一下这里的同学画的怎么样？我画完画又过了3分钟了。老师，我画好呢。哇，真是画呀！画得越快的人都是随便画的。哪有老师？我画的可是又聪明又好看又可爱的喵喵呢。这猫咪怎么这么像猴子？没有了，它是猫咪，它只是我忘了画耳朵而已。你看哦，它尾巴。猫咪，它的手；猫咪，它的脸；猫咪是暹罗猫，只是没有紫色而已啊。这个不是紫色吗？哎呦，人家没看到。而且暹罗猫是黑色跟白色的。那让我看看你画的这只猫，可是现在很火红的呢。是那个。是不爽猫吗？很火红哦。还是妞妞放学期的猫？看看你画的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皮卡丘。不是，我家的喵就是长这样的。哦，好了解，丁丁。来看看这位同学画的。哦，这个应该不是猫咪吧？是，它的脚怎么了？为什么变成这样？咯哒咯哒咯哒，像海浪一样啊。可是我画最像吧？对耶，对耶。哦，老师来看一下你泥班长画的。老师，看我这个超棒的创作。这不是狮子吗？不是，这个是大喵咪。因为狮子不是是猫科的吗？哦，说的也对哈。嗨，来，小心老师看一下，你画好了吗？好了。这是什么？你看像不像猫咪？这个真的像猫啊，超像的。你讲一次，你学刚刚我讲的，像猫，像猫。啊，老师谢谢，我这个很像猫吧？像猫，像猫，像猫，这有道理。这是什么啊？妮，老师怎么了？小心的成绩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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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87分，不能再高了。这位蓝发同学，你的是100分 ，yes， 考100分。妮，你的是噔噔噔噔99分，哇！点点饭团同学，我看一下，你觉得是几分呢？我觉得是100分呢。老师，你觉得？我评不出来呢。那我只好叫我的帮手。啥事啊，老师？请看哪一个呀？黄色皮卡丘的，你觉得它值几分呢？因为皮卡丘，所以是3分呢。哦，真有道理。哦，同学，那你的是300分。老师没有这种成绩啦。我说的也是，那就老师给你89分，那你的就是88分喽。啊，班长回去。妮，演奏开始。叮咚当咚噔噔噔噔，各位同学，下课。下课了，同学还没唱完，你班长还没弹完，不愧就时间哦，剩10秒钟，那你们赶快去上厕所喝水啊！啊，老师怎么没时间玩？老师你讲太久了啦，我尿裤子了。你说什么？班手来，来喽，老师班手在这，很好，你带着车子来把它带走。好的。哦，今天的营养午餐是吃鸡吗？小鸡们，你快快长大了，才能当我的营养午餐。啊，你
拜。全部下课了，咕噜咚咚。才买到我爸爸，再见，拜拜。哥，那你？我的头穿反了。Oh my god！ 你要卖头是不是？飞飞了。小鸡们，你快长大了，才能当我的营养午餐呢。